欢迎来到新闻 Daily Pong， 各位好，我是米勒。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呢，昨天在法国盛大举行，咱们中国电影人都很激动啊，去了一大帮。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法国盛大举行，担任竞赛评审的李安13号便早早地抵达了法国的机场，马上就受到粉丝的热烈欢迎。范哥，范爷自然不会错过如此盛大秀场。昨天他和助理一行抵达戛纳，刚一出门就令人眼前一亮，抛弃了往日的性感装束，一袭天蓝色洋装让人着实感受了一把范式小清新。去年范爷打扮成人肉瓷器娃娃，外媒表示也相当看好他在今年戛纳影展的表现。范冰冰一袭粉色长裙，女人味十足。由于她连续4年亮相戛纳开幕红毯，摄影师已经对她非常熟悉，大老远就开始套近乎，呼唤着冰冰。尽管当时莱奥纳多赶紧着走上红毯，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，但范冰冰仍然是在红毯上最受青睐的华人明星。为戛纳电影节第3次担任评审的章子怡也提前现身戛纳机场，在众多媒体围追堵截之下，以章子怡为中心的方圆5米内场面一片混乱，甚至发生了撞倒路人大妈的惨剧。虽然章子怡立刻上前搀扶，但黑人大妈俨然对自己被无情践踏充满愤恨，起身后无视巨星章子怡，一边开骂一边挥拳冲向现场媒体。虽然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意外，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红毯上巨星的表现。或许是因为这次章子怡身为评委，再加上刚刚换上短发造型的她比较低调，所以并没有选择以往的华丽长裙，而是一身清新干练的打扮。只不过章子怡在红毯之上并未多做停留，便匆匆进入大厅，以至于媒体镜头根本没有机会捕捉到她的大特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雨绮由于去年凭借《白鹿原》入围了柏林电影节，开启了自己的国际路线。此次她身披绿裙，风情万种，不仅向媒体大献绯闻，也谋杀不少绯闻。不过较为尴尬的是，由于知名度还不足够，有不少外国媒体将她误认成了是范冰冰。除此之外，陈坤、姜武、赵涛、王宝强等中国明星也纷纷走向了开幕红毯，现场几乎成了中国专场。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也是中国电影人最多的一次，而刘嘉玲这次虽然没走上红毯，但是她主演的电影《过界》成功入围影展。更令人羡慕的是，这次她有老公梁朝伟全程陪同。对女朋友都其实好大信心噶咯。有信心。就红毯表现来说，华人明星一点也不输，而之后的电影表现，华语电影是否有戏呢？